今天给大家录一首我的洗白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有喜欢的呢，记得点一下右下方的这个关注，然后不要忘记点赞、弹屏，还有转发，谢谢。当我第一次知道我要拍洗头水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我跟男人讲，我拒绝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头发。男人跟我讲，拍完加特技，头发很黑、很亮、很柔。加了一个月特技之后呢，头发咚。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是假的，是化学成分的。我现在呢，每天还在加特技，加了特技。头发咚咚咚，观众用完之后不加特技，头发都没有。我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因为我加特技。我用完之后呢，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这就是我用的洗发液。我的洗发液特技特技加特技，我拍的时候根本没有头发，假的假的，我的头发是假的，没有那种重要的成分。拒绝中药，拒绝头发。观众用完之后啊，不能骂我，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头发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黑，是假的，是头发的特技，是化学的成分，是特制的头发，头发脱发，头发脱发。加入特技之后呢，起码我的头发，咚。现在呢，我每天还在加特技。我还给我成家班加特技，你们用完的时候是拒绝的，我用完之后头发咚咚咚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黑，是假的，是头发的特技，是头发的特技，你拍一个广告特技特技，是头发的特技，是头发的特技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黑，是假的，是头发的特技，是化学的成分，是特技的头发，乌黑浓密，在拍的时候头发咚咚。